那很多的话老师问我，老花医，现在冬天了，室内养一些绿植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？大家也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呢是在山东，然后呢我是二层的一个花店，这边是没有地暖的，而且呢通风条件极其的差，我也养了很多的绿植，那就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一些个经验。首先第一点呢，就是浇水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拿捏一下，宁愿干，就是宁愿干一点，千万不要太过于潮湿了，不要太于湿了，好吧？你可以看到我每一盆呢基本上都是有点干的。再有一个就是，如果说你们发现你的盆土很厚，你可以往外挖出一部分，上面呢你也可以稍微松一下，好吧？这是一个浇水的一个事，千万就是拿捏咱们的一个老本行，干了再浇，不干不浇，好吧？另外呢，这种盆的话，你看着不难看就可以，先不用换盆哈，不要着急。那么呢，第二个呢，就是会遇到这种比较深的花盆哈，您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几盆花，这几盆花呢就会这种花盆会比较深。我这个比较深的这种花盆呢，您可以看到，你们可能看不到里边了，其实我下面都有做这种渗水层，有的昨天我开直播，有的花园老说我怎么做渗水层，你可以用一些砖头，用一些泡沫，就是用一些那种排水沥气的东西，你让它这种增强一下透气性，大概放个5到10厘米，是吧？啊，是这个样子。有的话说你养的，你看我养的呢，它也会长这种白毛毛，好吧？它也会长这种白毛啊，也会有一些个病害，你晃一晃的时候它也会掉一些叶子下来，这属于很正常的一个现象，因为在室内的话永远是比不上室外的，好吗？另外呢就是注意咱们自己的浇水，好吧？就是再有一个呢，就是有的话说摆放位置有没什么讲究，其实这个摆放位置这一块呢，这个讲究不大，我呢就是建议大家的什么呢，像我一样放一个这种比较方便移动的一些个托盘，您可以看到，对吧？这样的话有很多的一个好处啊，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能够承住咱们浇的这个水，第二个呢方便移动，还有呢就是说咱们大家伙呀，会把这个地面跟这个花盆之间有一定的一个间隙，因为你们在家里边会有地暖，好吧？我这边没有地暖，不过我放上来就是主要是为了方便移动，你这样放起来以后你家里边有地暖呢，它不会让根系感觉到很闷，会腾得慌的那种，这个不会。再有一个呢，有的花友问我这个铺面的这个事有没有什么影响，铺面呢就是单纯为了美观，其实影响不大，好吧？单纯就是为了美观，影响并不大。您可以看到有的花呢我也没有给它换盆，就是直接是原来的盆，就是直接我给它蹲上去的，好吧？其实花盆这一块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浇水啊。有的花说你不施肥吗？然后跟花友们说一下什么事呢，你像现在冬季气温很低，现在施肥的话呢它也不吸收，基本上都处于一个半休眠甚至说休眠的状态，所以说这个阶段呢你就不要给它施肥了，就不用施肥，等到明年春天它们在生长的时候再进行施肥也晚不了。你像摆在这种角落里面呢也都是那个道理，好吧？好了，就室内养护绿植呢其实并不难，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啊，就简单的到这儿了，好像没有给大家分享很多的一些干货，是吧？其实就是这么简单，植物长得很慢的，你像它的一个月才相当于你的一天，它有上半年，是吧？你感觉没什么动静，也就跟人一个礼拜没见面一样，还是没变，很正常。好了，老花医，养花最专业，下期再见，不见不散，拜了。